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今天呢，我们在尔湾花果山的 Grove 小区来看一个大户型的房子。那这一个盘呢，它是 Genoa 为 KB 建商建的。那 Genoa 它的尺寸呢是非常大的，是3500尺到3900多尺，近4000尺的面积。那它的售价呢是比较亲民的，是169万起，169万到180万左右吧。那我们现在要参观的呢是它的户型三号，户型三号呢是3964尺。尺差不多370平米的样子，然后是双层的四房4.5卫，加上2楼的 loft，那这边呢也可以选择作为五房的设计。这边还有一个特色呢，就是它的举架非常的高，在客厅啊，还有外面的阳光房呢，它的举架有达到10尺的举架，一般新房的举架呢可能是9尺左右。那这边呢还带有 walk-in pantry 可以做中厨的，那么并且呀，这一边还包括了2000瓦的太阳能全部赠送哦。那这个小区呢，它的学区是999，属于 Tustin 学区。小学和初中呢，离花果山小区非常近，基本出了社区大概1分钟的车程就到了，是评分9分的。那么初中呢是 Beckman 的高中，这边物业费呢是289块钱每个月，小区的设施非常多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盘的马路对面呢，就是小路对面呢，就是这个盘所属的游泳池和社区活动中心，可谓是生活非常方便。好了，现在请参观一下吧。Thank you.
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户型三的视频。户型三呢是这个小区里面最大的户型，它有3964尺的面积。那么在花果山 Grove 小区呢，3964尺是非常非常够用的啦，适合很多中大型家庭，而且呢它的每尺均价以后生存空间也非常高。那如果你对这个户型感兴趣，或者是对于加州房产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联系我 Mina 哦。那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